太香了，这烤乳猪也是我的了。让我看看到底是谁。贝利亚，糟糕，被发现了。小龙虾、大螃蟹、披萨都不见了。是啊，蛋糕、辣条、可乐、面包也都没了，都没了。我就出去了一分钟。可恶啊！最近学校接二连三发生食物丢失案，今天食堂居然也被洗劫一空了。看来必须得我出马了。大家放心，今天我一定找回吃的。奥夫大厨不在的时候，我们已经在食堂门口排队了。期间没有人从食堂出来，食堂的门窗都是完好的，而且这么短的时间根本吃不了那么多食物，说明小偷拿走食物，现在还躲在食堂里。可是食堂这么大，我们怎么找啊？我有办法，新鲜出炉的烤乳猪。哎呦，肚子疼。太香了，这烤乳猪也是我的了。让我看看到底是谁。贝利亚，糟糕，被发现了。快把我们的吃的还给我们。那你们跟我去拿吧。哪个是你们的，自己找吧。好啊，这是我前天丢失的面包，这是我半年前不见的牛奶。贝利亚，这都是我儿子要的。